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好，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呢，是有着阿萨克斯坦国宝级天籁的美誉，凭借着独天独厚的音乐天赋，嗓音横跨四到五组音阶，在去年歌手节目中惊人亮相，立马俘获了无数人的耳朵。颜值与才华具备的迪玛希被称之为音乐界的博尔特，也希望迪玛希能够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音乐。好的，有请我们迪玛希先签名，然后再进行拍照。迪玛希来喽，粉丝们，你们的热情呢？哇哦！你们热情在哪里？好，我们拍照，我们多拍几个帅气的照片啊！哇，现场简直是沸腾了，粉丝都非常的热情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拍照的时间可以久一点，让粉丝们都多拍一点我们迪玛希的照片。好，欢迎迪玛希来，有请这边请，欢迎，欢迎来这边请。欢迎迪玛希。我们今天在现场看到了已经守候了多时的粉丝，先跟现场的粉丝打招呼。肌肤也需要重生的力量。阿姆斯，卡梅特，亲爱的卡恩，珍惜南非密罗姆，谢谢古里梅，我叫王志森，这里的奥斯纳。跟着我的马自宝凝实眼唇，金发露，米纳德恩波达。오늘의미화가되실겐들에게실질된저부터자기는어떤불편을겪는아웃스피드시청만说一支会 Hello 大家，大家好，马自宝非常感谢组织方能够邀请我参与此次盛典活动。作为中哈两国文化交流使者，我将尽自己一切的努力，为两国的文化交流事业贡献自己一份力量。谢谢大家。那我替迪玛希的粉丝们问一个问题：迪玛希最近有没有新的作品要推出呢？有一种精神，成就梦想；有一种态度，改变生活。好的，我的。广州马自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主营化妆品、大健康产品，公司拥有专业研发团队，合作多家国内外一流研发中心、原料基地、大型工厂，荣获15项国家级证书、世界行业级证书、五大权威机构认证。公司自创立伊始，一贯秉持让所想、超越所想的经营理念，凭借高品质、差异化的产品、合理不价的销售模式、创新落地的营销支持，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和场景，成为引领传统美业改革发展的成功点。马自宝紧跟国家政策，洞察市场变化，在移动互联网加新电商新零售趋势下，好，也谢谢迪玛希，我们稍后那场见。谢谢迪玛希，谢谢，有请迪玛希来到我们的盛典现场。接下来要上场。